Hello 呀，你是第一个。看到了，你这个头像不错，头像不错，我也想把我的头像换成那个动态的，谢谢热热的绿豆糕。啊，这个新的礼物没有啾啾好看。也没有棒棒糖好看。Hello 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来放一个歌吧，但是，好了，哇，你记得这么清的吗？对哦，现在正好是09，啊，还没有精确到秒。你下次是要是精确到秒的话，你就是更像机器人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看你就走了，好吧，那你走吧，那你走吧，拜 拜。是不是最近？感觉大家都有很多事情，哼，是吧？游戏重要，我也觉得游戏重要，那你就走吧，哼。谢谢猫哼的福袋，哎，所以说新礼物是绿豆糕和福袋，它就是紧跟着那个什么，紧跟着那个什么，端午节跟端午节相关的。对你来晚了，谢谢中心阿姨的玫瑰花。笑死了！怎么中心阿姨都有？怎么中心阿姨都有那个账号了？阿姨都在了，小那个小花还小花在吗？波波猫哼，哎，最近大家的名字取得都很可爱，又是波鸡又是波波的，就是很心机。没看见哎，你好像是在左边是不是？小搏击该不会是听到了吧？哦，你们知道中心阿姨不是中心阿姨，剧场阿姨那个孙子，他好像喜欢我。真的吗？那你不在我的房间里讲一下，我都没看见你。我看见你，我就跟你打招呼了。今天我发现有人在拍照的时候，有个人在看我，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了。真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个叫波波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叫猫哼波波，你叫小波鸡，你俩真的，你俩可以组一个 CP 哎。真的吗？我借你吉言三二。我又换了睡袜，因为我现在有点冷。你们知道就是开空调就很冷，那你要不开的话就很热。对，我刚想跟你讲这个事情了。你刚换这个头像的时候，我就想在房间讲，我求求你把这个头像换掉好吗？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再说你那个龟的袜子了好吗？真烦，谢谢。坏坏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绿豆糕。哎呦，你们真的很烦哎！那个，那是那个袜子，奥勒米拉就很奇怪了，它绿的就很奇怪，它再是袜子变成那个样子就更奇怪了。我拜托，不要每天给我。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吗？虽然我很喜欢收集袜子，但是不要这样折磨我，我把空调关了，我真的有点冷。我不要，我打死我都不会穿的，相信我，打死我都不会穿的，我打死都不会穿的，就是一个啊，你这都能听出来吗？我放的声音这么小。就是一个特别丑陋的袜子，不重要，袜子真的不重要。
哦，我跟你们讲呢，那个中心阿姨的那个孙子喜欢我，就是那天我们在那边排练的时候，然后他还给我那个，哦，救命啊！你快点把你头像换成正常人头像好吗？请你把你头像换得正常一点。孙子，几岁来着？三四岁，四五岁。三四岁、四五岁的样子，哦，五岁是吗？然后他一会儿给我拿一个话筒，一会儿给我拿朵花的，然后还给我拿那个毛绒玩具，他还玩那个面粉，给我扔面粉，哼，他怎么会叫我阿姨呢？他叫我姐姐，他要叫我阿姨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他要叫我阿姨，我就打死他，对吧？我也觉得我是温柔的那。笑死我了，他真的喜欢我。你们知道那个小花，楼底下那个小花，真的，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昨天又碰到他了，昨天我们刚公演回来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要排练，然后我点了杯奶茶，也没有人跟我一起点，我自己一个人点了一个超大杯，就是凑那个起送。他真的喜欢我，他真的喜欢我，哇，那个狗啊，你们知道那个桌子在那儿，真的吗？我现在有点不敢笑，就是那个小花，桌子在那儿，哦，然后姚队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那个狗，我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你，我为什么推你翻牌？你心里没有数吗？你心里没有数吗？你让我唱5遍《红昭愿》，我肯定把你退回去。太害怕了，然后我们温柔的姚队呢，还问我，冉冉你吃不吃荔枝？我学不上来他那个腔调。这是，我是会为那个鸡腿。折服我的尊严的吗？对，他问我，啊，冉冉你吃不吃荔枝？然后我说我不吃。我当时为什么说我不吃？因为我觉得说出来有点丢脸，但是我真的怕狗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狗在那里，我就不敢过去。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不应该怕狗，我就很。我就很，就是要面子，我就说，嗯，我不吃。我也是，我就是被狗咬过，然后呢，然后姚队就说，啊，不要不好意思嘛。然后我就吃了，那个荔枝很甜哦，很甜哦。他们俩都不在，他们俩没有这个福气吃到姚队的荔枝，只有我有。然后后面他才知道我是怕那个小花，他后面才知道我是因为怕那个小花。谢谢翠花的一圆梦，他说啊你怕它呀？我说对，我说我怕狗。但是我说它不怕人哎。他说对，因为它是被救下来的，所以它不怕人。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。谢谢，喵喵喵帕斯的福袋和绿豆糕。然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那个吃粽子的特效是吗？哎，怎么又是这个团子啊？这个绿豆哦，吃粽子是有特效的。Hello 呀，Hello 舒淇和小周，你们来了。哦，原来是。今天的，原来是现在的这个新特效，就是这三个是吗？晚上好呀，小菲菲，谢谢小周的绿豆糕。然后你们知道有多尴尬吗？你们不知道有多尴尬，你知道是大型社死现场，就是昨天发生了很多社死的事情，你们不知道有多社死。你知道，首先我来说一个别人的。Hello 呀，小 A 来了。
被挤下去什么的，然后这些坏坏的绿豆糕，你无语啊，你这个都要比啊？哦，原来你是说贡献码什么，你这个都要比吗？小朋友一样，这个都要比吗？谢谢装修阿姨的福袋，真的跟小朋友一样。然后呢？然后昨天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谁，我是说那个坏坏，我没有说喵帕斯了，我没有说喵帕斯，这都要视察工作了吗？你们起明星战队也是很严谨了。我今天还在跟张老师说呢，我说那个。啊，因为我们俩又要在一起，在一起就是我们又要在一家了。然后他说对，他说好巧。我说现在是，我说现在是是你驮着我跑。我说以后我会尽量跟，不是那种啦，你们不要，很奇怪。我说以后我会跟上你的步伐，不能磕，真的不能磕。你们知道，你们知道今天有多救命吗？你们知道今天有多致命吗？今天那个大巴车，但是我不敢说的太那个，我不敢说太那个。就是今天坐大巴车的时候，我跟张玉明坐在一起，我坐在里面，他坐在外面。然后你知道那个抖音，抖音，我刷。上目线看他真的是什么？我不能再说下去了，我抖音刷到了，我不可以再刷下去了，我不可以再刷下去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不可以再刷下去，我说下去了，我不可以再说下去了。然后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啊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这个事情过去了，而且还昨天社死的事情。你们知道昨天 MVP 的时候，这个不可以说，你们竟然都没有懂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 MVP 的时候真的杀到我了，啊，我在后台看着，我的那个鸡皮疙瘩真的起来了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后面会有那个屏幕嘛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呐，就是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真的，我整个人都不行了。我当时整个人就，哇，我的妈呀，就是那个东大是改的太棒了，啊，就是太棒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那个鸡皮疙瘩就是。鸡皮疙瘩真的起来了，就是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就是太厉害了，舞台表现力太棒了。然后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社死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在后台一直，哇，我天呐，我的妈呀，我一直在那儿说，然后呢，那个姐姐就是控台姐姐，她在那儿。然后控台姐姐她在给姚队就是换那个衣服的时候，她竟然哦，她大型社死现场，她说那个冉冉一直在盯着你的那个盯着你的舞台看，她说一直在说，你们知道有多尴尬吗？但他一直在说太好看了，他一直在盯着你看，啊，你们知道有多社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他就一直在盯着你跳舞的时候看，你们知道有多社死吗？你们知道有多社死吗？我就坐在楼梯那里，哎，他讲的话我就能听见，哎，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。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舞台表现力太好了，真的太棒了，你们知道吗？
我整个人，我鸡皮疙瘩当时真的已经起来了。我跟旁边的那个是谁在那，张诗源在讲，我不行了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舞台表现力太棒了。LSP 是什么意思啊？LSP 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李正直的一元棒。LSP 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是纯粹的。啊，不是，你们怎么能把我想象成那样子呢？我是纯粹是因为我在欣赏舞蹈，就纯粹因为舞台表现力太好了。然后沈梦瑶前面他就听到姐姐这么讲，他就一直在盯着我笑，然后他盯着我笑的时候我又死了，就晚上好呀，就是又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有多社死吗？你们知道有多社死吗？我的妈呀！哦，真的反复死亡，真的真的太棒了，那个舞台表现力真的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。不是，我是纯粹被舞台表现力吸引了。然后重点是，你说我们在后台讲就讲了，那个姐姐，她怎么能再把我尖叫的事情，她跟本人讲呢？这个真的太尴尬了，我就坐在楼梯那里。真的太尴尬了，真的太尴尬了，我才没有呢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尴尬的，就是谁呢？就是我们张月明同学。是的，然后他听到以后还一直盯着我笑，然后我们的张月明同学呢？他有多过分？他把前辈当成了我，具体是哪个前辈我也不说了。然后他拍人家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有多尴尬吗？你们知道有多尴尬吗？我真的救命啊！哎呦，多尴尬！他拍人家，他以为是我。然后他给我发微信，因为我是坐在那里看别人那个拉票。然后他给我就不是就是拍了我就是拍了我一下，然后他拍了我一下把我认成别人了。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我说，然后他给我发信息，他说怎么办张安然？他说我刚才认错人了，把别人认成你了，真的太尴尬了，真的太尴尬了。谢谢智，我还想叫他小智。谢谢冉宝的智的一元棒，真的，他最近我跟你说他不对劲，张玉明最近不对劲，真的社死，张玉明最近不对劲，然后张玉明最近呢就是有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小 A 谢小 A 的绿豆糕，然后张玉明不是，张玉明最近不对劲，张玉明最近。你知道他是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真的是他？你们竟然猜出来了，是郭爽前辈。你们竟然，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像啊，是吗？我头发比他长一点嘛，我还说我说你怎么能把我认成他？我说我们俩的头发长度一点都不一样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他说我都尴尬死了。然后今天我俩坐一起的时候，因为大巴车我俩坐一起的时候，我很困。你们知道我一上那个大巴车就很困。然后我才不是中心阿姨呢，我才不是呢。啊，你中心阿姨，你快点，你要不把你的头像换掉，要不就把你的 ID 换掉，好吗？好吗？求求你了，快点，中心阿姨，快点，求求你了。啊，不可以这样，阿姨，不可以这样，阿姨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阿姨，不可以这样，快点换掉，快点，快点。
然后我就坐在那里，我就坐在那里，就是我矮一截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很困，我想睡觉，然后我就矮一截。然后张慧敏本来就比我高，还坐在我旁边，你知道有多过分吗？他那个手，他就每次都差点就是打到我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但凡我现在我有粉丝，我就叫我的粉丝冲到他的房间，我真的笑死了。我说张月明你想干什么？我笑死了，我真的笑死了，我真的笑死了。他最近，而且他最近你知道，他就是熟了以后，他就很容易做一些奇怪的表情，就是什么嘟嘴啊，就是嘟嘴啊，然后就哼，就是你想象一下一个瓜哎，一个瓜就是给一个花，就是嘟嘴，然后哼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张一鸣，你要再这个表情，我就打死你。不可以这样，他这样就是很奇怪。对，我说你要保持你瓜的那个人设不能变。我说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打死你。然后你们知道昨天，瓜就是要帅一点，怎么能？甜瓜是他就是甜瓜，是的，我暗恋他呢，我暗恋他，要暗恋也是应该他张月平暗恋我才对，不可以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说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真的很危险，只是因为最近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就是轨道，就是我们三个人是交叉在一起的。只是因为我们三个现在那个，然后张世云也特别搞笑，张世云，哼，这样子啊，然后张世云呢，他就是我每次听他讲话我听不下去，他太聒噪了，是吗？小哥快去冲了他，然后。哦，真太快了！我听他讲话，我听不懂，我真的听不懂，我真的听不懂。他讲那个 MC 也是，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他的语速太快了，我每次跟他讲话，他还觉得是我脑子笨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，哦，他太快了。他是，你知道有时候外貌这个东西，那我外表看着还很聪明呢，我也希望我就是很聪明的人。哦，他太快了，他真的，他每次讲话以后我都说，我说你再讲一遍，我真的没有听见。不是，我是真的花了一些时间，就可能我承认了一些事实，我可能脑子不是特别的好，就是。聪明，但是呢，我不会气馁的。我一定有一天，迟早有一天，我的脑子跟我的外表一样，精明、心机、聪明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然后，你走开呀！然后我昨天，我确实掉西后巷，我可能是掉眼泪的掉。我昨天看那个拉票公演，然后我在后面后台哭了，真的。可是你们不觉得我外表看着真的很聪明吗？我不希望别人看我外表就是很蠢的那种。你们不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，很聪明，很心机？你们不觉得我是很心机？你们不觉得我很心机吗？你把心机女人打在公屏上好吗？你不觉得我外表很聪明吗？看着，
真的吗？真的有悟性？你不觉得我外表看着很聪明吗？一点点都不聪明吗？可是我不希望自己很蠢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小波鸡刚才出去了呗。嗯，阿姨，你快把头像换掉好不好？你要不把那个换掉？我也想换动图。嗯，那是因为太开心了才这样。那是因为太开心了才这样。那是因为我太开心了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每次在我直播时候都会有信息进来呢？换一个吧，换一张图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阿姨，你换一张图吧，换一个动图怎么样？你就换一个什么小猫啊、小狗的动图，或者是你把你的 ID 改了，不要改 ID 了，你就把头像换了吧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这样吧，你换成那个张月明或者张诗雨，可以吗？救命啊！你能不能？你的出现是我。你能不能把你头像换掉？你能不能换一个正常一点的？你能不能换一个正常一点的头像？我看你们头像都是动的动图耶，对吧？正常一点吧。32那个也不是很正常啊，你那个在舔柠檬哎，咦，对吧？对，小 A 的头像好好看，小 A 的头像好好看，好喜欢小 A 的头像。小波鸡怎么这个头像一点都不好看啊？谢谢小飞飞的玫瑰花。小 A 的头像真的很好看，小 A 头像真的很好看。为什么是一次限定呢？嗯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画动图好像没有那个能耐，我好像现在还没有那个能耐。可以吗？哎，怎么画动图头像啊？怎么画呀？我去研究一下。什么又闭麦了？你们能不能让我？哎，喵帕斯的这个也好好玩啊。哎，这个猫张嘴吃东西的也好玩哎，小飞飞那个是本人吗？小飞飞好可爱，还戴了个粉色的口罩哎，但是我是不是不可以说啊？就很尴尬是不是？说出来会不会很尴尬？我还想换哎，今天你们知道那个，真的吗？那我下次可以给你画你的本人了。然后，我可以换。然后今天张玉明换的时候，我让他换那个，Honor，因为我昨天没有上，因为昨天没有上 Honor，所以说我才没有那个的。我就发誓，我发誓下一次 Honor 的时候，下一次 Honor 的时候我一定，对，以后都不上了。以后都不上，以后不上了。没有，你是不是看了一个假的16人？因为我们是轮换着上的，我们是轮换着上的，上了两个，一个14号，一个5号。嗯，你竟然没有看见我，不过不奇怪，因为我是在这边，就是你是在你的。就反正我在你的反面，我知道小 A 昨天站在哪，但是我在你的反面。但是因为16人，
啊，是吗？我在放空，其实昨天 我昨天带 MC 的时候，其实在放空。我这么说出来是不是不太好？其实我真的是在放空。然后我昨天看那个，然后昨天很感动，就是真的很感动，就是昨天看那个，就是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是吗，中心阿姨？我昨天其实那个前辈啊，是吗？没有，他这个头像是才换的，是吧？是才换的吧？然后昨天那个，苗帕斯，我知道你了，每个人的榜一，你都是。你是每个人哼。昨天我其实看那个拉票，其实我在后台没忍住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没忍住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就听我说好了，相信你一次。然后我昨天没有忍住，然后我一下就有点伤感，然后流泪了。我才不凶呢，为什么都说我凶？我一点都不凶。然后呢？尤其是看那个剪辑的时候，我就很那个，然后对，就很伤感。然后呢，我就坐在那边那个楼梯上面，然后那个是杨姐还是阿星，就是前辈，是先看到我哭了，然后后面杨姐刚刚好像被吓到了一下，她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她好像被吓到，她真的好像被吓到，哎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怎么了？然后谢谢白胡子的福袋，然后就晚上好呀，然后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大家都在那问，就是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因为太感动了，我现在想想都很感动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还会有助演啊，就是很感动。然后谢谢白胡子玫瑰花，谢谢白胡子巧克力，白胡子1元棒。然后对，不知道是那个阿星前辈还是杨姐先发现了，但是杨姐先说了一句：“哎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”他们以为我是什么有什么伤心事，我说没有。然后就是，然后还给我地址，然后就是那个张玉米还给我地址，谢谢白胡子的奶茶。然后。大家好像都发现了，就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前辈在拉票的时候，你看着前辈，然后你哭了，然后但是他们又在安慰你，怎么了？然后他们说，我说我是看拉票看哭了，然后他们就，你看谁拉票看哭了？看谁拉票看哭了？蒋舒婷啊！然后我又一下又那么一点想笑，你们知道吗？谁呀，蒋舒婷啊？他说怎么会看哭呢？然后我就说不知道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然后他们说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不容易？我说对。然后没有，现在没有要哭。然后袁一熙前辈他就说，我还以为是没有跟你一起出去吃夜宵。然后一下那个气氛又很活跃，就是一下那个气氛又很活跃，
就是特别好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被袁一琪之前辈这么一说，哇，我又一下又笑出来了。他好像是说的，他说啊，我们他好像是说的是什么？没有跟你一起吃夜宵，还是我们没有一起去吃夜宵？不知道他就是因为那边那个，因为就是那个舞台上面还在放着那个音乐，没有听清。是啊，我还以为是我们没有一起出去吃夜宵，还是因为没有跟你去，哎，反正就说了什么，反正就是又提到了夜宵那个梗，然后就一下又笑出来了，就是特别的好，就是特别好玩，反正就是昨天就是感动与快乐成就是那个，而且尤其是我们其实昨天。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，我们10点多那个排练，其实就是有朵花。咦，你怎么换成向日葵了？然后昨天其实我们那个10点多的排练，就是在排小琴前辈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第一只兔子。然后那里也很赶，就是大家因为就是聚在一起，就是在排练厅里面，就可能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事情。就我讲的不是那关于那个舞蹈，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其他的事情。我们也是刚刚排练完，然后就上去了，然后很多人都在那里面，就好像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，但是只要讲一声，然后。都会在的那样子，然后一起顺啊，然后干嘛的，我就非常好，就是非常好，就是可以哭了，可以开始哭了，也是不至于啦，我只是这么讲一下，就是很感动。就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有很多东西都是，很多事情其实都是阴谋论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讲的那种，大家其实都该怎么讲呢？反正就是这里的感动绝无仅有，虽然这里的双标绝无仅有，对，但是其实这里的感动也是绝无仅有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又很热，我就开空调又冷，我真的很虚哎，你们知道我多虚吗？你不知道，你才作呢，你才作呢，我哪里作？你才作呢，我跟这个词我能沾到一点边儿吗？我沾不到边儿。我一点边都沾不上，你才作呢，我才不作，你有病吧？一直拖，一直不拖，这是有病吗？不是啊，忽冷忽热，不是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嘛？那有时，你跟那个谁在一起了吗？你跟那个叫什么奥米莱拉还是奥什么莱拉的？那个32尊重祝福，奥勒米拉，不行，他是你的始终就是你的，尊重祝福，他是你的始终就是你的。小波鸡还想换 CP 呢，可是他不可以换，因为他，他一天是那个，他这一辈子都是那个，不，他是你的。他是你的，坏坏呢？坏坏没有，那个你没有，都是，他是你的龟龟，是32的龟龟，32的龟龟，尊重祝福，尊重祝福，你没有，你现在要什么 CP 啊？请你好好上学好吗，小朋友？请你好好上学好吗？然后喵帕斯呢也没有，喵帕斯现在没有，就是
就是，但你们哎，那你们都那个好了，对，你们现在都是单身吗？把那个单身的把单身打在公屏上，快点，单身的把单身打在公屏上，单身的快点把单身打在公屏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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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单身打在公屏上，快点。不是，我不会祝福，我不会祝福，我发誓，今天绝对不祝福你们永远单身。快点，你们把那个单身，我发誓，今天绝对不祝福你们永远单身。我发誓，你们快点把单身，不是，快点把单身发在那公屏上，快点，快点把单身发在那公屏上，快点，都发了吗？好多人还没有发呢，快点。快点，都发了吗？都发了吗？你们先发嘛，我想知道你们是有配偶还是没有。我就是想知道一下，我就是想知道一下，我在这里要宣布一件事情，我没有阴谋，我在这里要宣布一件事情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不会，我发誓也不是做 CP。你们好烦啊，你们好烦啊，你们好烦啊，你们都不说，你们都不说，那我也不说了，那我也不说了，你们都不说，那我也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，不说。我喜欢说话只说一半儿，不说了。既然你们都不说，我也不说。你们既然你们都不说，不行，你不可以走，你们不可以走。什么事情啊？我想知道什么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要不翻牌跟我讲？你说嘛。你快点说什么事情，快点，哼，快点，你们这样吧，你们说出来，我也说出来，啊，说嘛，说出来，什么事情，关于我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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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说出来，说出来，憋死我吗？想憋死我吗？快点说出来，快点。你说我也说好吗？嗯，对啊，难道是关于别人的事情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你没有事情，你只是想报仇。我不说，我就不说，你只想报仇是不是？肯定没有，你们现在都单身对不对？你们现在，我不相信你们，你们是一起的，我不相信你们，肯定没有事情。哈喽呀，快点，你们把单身吞打在上面，你们快点打，没有，肯定没有，你们快点打单身，快点。快点，你们不打单身，那你们打吗？你们快打单身吗？那你们不打吧，反正我也知道你们是单身。什么和我剧场有关的？那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带着女朋友吧。你们可以带你女朋友入坑，然后你们入坑以后再分手。啊，怎么能这样呢，小周？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头发太乱了，谢谢西子的绿豆糕和什么呀？和福袋。抓了更多，那我不抓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分手了，那我不就是减少两个粉丝吗？
那不可以，那你不要分手了。希望你们都，那希望你们快点，那希望你们快点那个吧，希望你们快点有对象好吗？啊，希望你们快点，你们怎么还单身呢？你们快点，你们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有配偶好吗？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把你们另一半然后拖进来。你们快点有好吗？快点有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可能不？怎么会不理我呢？怎么能不理我呢？啊，不要这样。小波鸡，你和红心皇后怎么样了？我哪有不努力？你们看见我天天在那个，你们天看见我天天在排练厅里面努力的练功吗？你们没有，因为只有我发照片了，你们才会觉得我在排练厅。我要不发的话，你们就不觉得，你们很讨厌。你们侄女没有关系，不可以，你不要换了，你不要换，你不要换好吗？你就是红心皇后，因为红心皇后的手下有很多，红心皇后的手下有很多，然后呢你就，红心皇后手下有很多，你把他们的手下都请来看我。我好聪明啊！薛定谔的障碍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做梦呢？你做梦呢？你做梦呢？你和哎呀，你和雪宝都不可能结婚。你做梦呢？你做梦呢？你在跟我做梦吗？那还有那个小波鸡，他说什么？可以和星黛露组 CP 吗？做梦呢？你们都在做梦吗？你和那只鹿结婚也不可以，也不可以，不可以和那个鹿，你可以和那个，还是算了吧，毕竟你现在还小，还不要谈恋爱。你的 CP 不可以是你头像，你头像这么可爱，不可以是你头像，我要给你想一个好一点的。我要给你想的好一点，喵帕斯的那个 CP 就是那个吧，就是长发公主里面那个骡子，就是那个马，动图头像，就是那个马，那个马其实也挺可爱的，那个马其实也很可爱。我现在不想直着腰，我现在可以这样吗？这样你们就。这样你们，这样你们就，这样你们就可以这样吗？啊，那龟龟好丑啊！不要充 VIP 了，VIP 这么贵，充它干什么？你充口袋 VIP 能干什么呢？能干什么呢？除了能让你进我的直播间的时候播报一眼，对呀，笑死！今天那个单身的，明天都去给我洗。单身的明天都去给我寄。你们对我好一点吧，好不好？你们对我好一点吧，对我好一点吧，好吗？对我好一点吧，好吗？对我好一点吧，求求你们了，拜托你们了。对我好一点吧，好吗？可是我今天头发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对你还不好，哼，我对你们还不好，我对你们都够放纵的了，哼，对吧？
可是又有一点点奇怪，又有一点点的奇怪，一点点。单身的，我现在在这里宣布，我今天在这里宣布，我今天在这里宣布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开始点名了，那你三二不是单身是不是？那三二明天要给我那个，三二明天要给我，那你要是不单身的话呢，你就，你要是不单身的话呢，你就，那你就多投一点。好了，不是，没有了，我再等一下。我重申一下，我上面在跟大家开玩笑，大家千万不要当真。等一下，我本来想接着说下去的，我本来想点名谁谁给我多少，但是等一下，这个我后来我玩笑都不想开了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。其实说实话，今天那个今天我们看到有那个赛龙舟的时候，我们俩的那个第一反应真的没有任何夸张，我敢发誓，我们俩没有，就是我跟我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叫张月明，我俩第一反应真的是心疼大家的钱包，真的，我敢发誓，我们第一反应真的是这个，所以说我们不开这个玩笑了好吗？我不开这个玩笑了，明天，但是明天就是不要，就是，就是不开这个玩笑，我们不开这个玩笑了，不开这个玩笑了。好，换一个话题，不开这个玩笑了，换一个话题，不开这个玩笑，我真的不开了，不开了。是的，大家太累了，大家真的太累了。谢谢小波鸡和小 A 的福袋，真的，我们第一反应真的是这个。他还好一点，他那边人多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主要是我这边人本来就没有多少，就会更那个，就是真的很心疼，真的很心疼。但是其实上一次我们以为是我们赢了，我。直到我们俩直到昨天都还在认为我们是赢了，没事啊，不用会员，明天就是有一个赛龙舟，不是，直到昨天，哦，直到不对对，今天对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输了，我一直以为我们赢了，我们俩一直以为我们赢了。后面才知道我们俩竟然输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换个话题吧，我们不聊这个了好吗？我们不聊这个了，不聊这个了，毕竟这种东西，哎呀，大家很不容易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大家很不容易，就是每年都在爆肝，每年都在付出，我们就不聊这个了好吗？我们换个话题，我手不肉。我手才不肉呢，我手不肉啊，我手哪里肉？怎么这样看着有一点点呢？这哪里肉？那不是肉手，很细的呀。它真的很细啊，它肉在哪里啊？哆啦 A 梦才没有我这么长呢，不小，哪有啊，这个手能叫肉手吗？你们看出了什么？从我这手上看出了什么？看出了"性感"两个字。
歌手，对不对？骨节分明。可是本来就是嘛，不要骂我嘛，本来就是嘛。你们看出了什么？看出了是什么？看出了什么？这是一个能当瓜的手哎，这手，这哪里绕？我怎么也得5点几吧，我怎么还能4点几呢？哪里不管？哪里不管？我才不是4点几呢！可是真的很，我手一点都不响，一点都不肉，一点都不肉。你们不要比就比。握手会比较比，我手才不小呢，我手多大呀？我手多大呀？我掰手腕其实不厉害呀，其实我手上没有劲，我掰手腕一点都不厉害。不要，那好呀，掰手腕掰输了的话呢？掰输了的话呢？怎么会假肢掰下来呢？我现在一点都不假肢，你们发现我进步了吗？我现在这样子，我现在这样子，我现在这样子，我现在是真手了，我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但是半假半真假，然后就更真。你好烦啊，三啊。那我是不是肩膀要低一点？等一下，我们来拿手机壳，手机壳不太像，拿这个。是，等一下，是这样，这样对吗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不对，对不对？这样也不对，这样，这样，对吧？这样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好像看不太清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吧？不对，不对，怎么样才能让你们看清这个姿势呢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好很多了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很不自然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讲究这么多干什么？他们很刻薄，哭了这么久也没有人安慰我呀，当我哭了这么久也没有人安慰我，你们安慰在哪里对吧？然后我没有假哭，谢谢，没有 pass 的绿豆糕和福的，不可以，小波鸡。那就祝你和他百年好合，那就祝你和红心皇后百年好合。哼，红心皇后不是假肢，你跟红心皇后在一起吧，你们在一起吧，她不是假肢，你们在一起吧。谢谢五梅的绿豆糕，很久没有看五梅了，你们就在一起吧，好吗？你们在一起吧。红心皇后不是假肢，你们，小波鸡，小波鸡，小波鸡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小波鸡，小波鸡，小波鸡，
他在右边，他在右边，不用被威胁是吗？好的，那我就祝你们百年好合，就祝小波鸡和那个恒星皇后百年好合。你们早生贵子。哦，对，我看到他们俩了。不是，我看到他们俩了。诶，我不怕了，我不怕小波鸡了，我没在怕的，没在怕的。早生贵子哦，把你小波鸡，把你那个小波鸡，把你那个，你们以后你跟红心皇后没有电了手机。我分清楚了，我真的分清楚了。不可以，没关系，三二现在帮我，三二现在帮我，我不怕你。好像又没有电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没有电了。然后哎，对，昨天有两个，他们喊的好大声。他们喊的好大声，他们喊的好大声，真的是日常没电。他们喊的好大声，就是在我的左右，我的右边。你也很大声。我本来想说好的，因为你说让我 unit 加油，我本来想说好的，但是我没有。因为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我真的很好。这有两个小姐姐，她们喊得很大声，她们还跟我打招呼，真的吗？是有点虚。然后我上完那个 unit，还有人给我发翻牌，让我加油呢。说他本来在座位上面，说他本来在座位上面玩手机，然后看到我眼前一亮，哈哈哈给他眼前一亮，他就给我发翻版，我要笑死了，我要笑死了！你干什么？烦死了！三二每次都是，真的吗？那肯定是因为你说了不好的话，我要笑死了，我要笑死了。昨天很大声吗？昨天很大声吗？昨天很大声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没有那个耶，真的吗？哇，真的吗？小周雇来了一个是不是？小周，你这种事情就不用跟我说了。你这种事情就不要跟我说了，不要看我发疯，不可以，其实也没有很大呀，不可以，你小周，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说你的朋友了，不可以，不要看我的，你发疯也没有很多呀，
真的吗？小周，你这时候就不要跟我讲呀，你不要再跟我讲。你们干什么要扒人家的皮呀？你们扒人家的皮，谢谢乔治的，乔治的什么呀？乔治的绿豆糕。真的吗？不可以，小周，下次不要说雇了几个人，让我沉浸在这个家乡。真的吗？你朋友是哪位？让他出来说个话。小 A 的朋友在哪里？小周，下次不可以说。不要，不要。是吗？推张月明的，明天都过来给我揍人头。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让波总顾一下谁？让小波鸡顾一下谁？小波鸡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不推的，小波鸡。你说你不推的小簸箕，雇你们干什么？雇你们干什么？我来看一下。我没有走，我相信你。我觉得三儿他特别的坏，三儿特别的坏。什么？你推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们现在是在玩那个说反话大赛吗？不可以。你们现在是在说反话大赛吗？你们在说反话大赛吗？你们就是在，不可以，那不行，那现在开始说真话了，现在开始说真话，现在要开始说真话了。对，我觉得三儿特别坏，我现在再也不相信三儿说的话了，我相信小簸箕不推他，哼，我相信小簸箕，我相信小簸箕，晚上好，我相信小簸箕，然后。然后，不可以，小波鸡还没有暴富呢。我不相信，舒淇是张月明的粉丝。笑死我了。哦，但其实我那天跟张月明讲到那个事情很感动，就是因为后面那个，因为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有一个目标，然后人头到多少多少，然后晚上好呀，然后呢，然后很多，你这头像是什么？你这头像不是张月明吗？救命！救命！是快点把这个刷上去好吗？救命！我真的救命！然后我现在很那个呀，很热，我把这给打开，真的救命！不是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你们知道，就是因为这个，真的笑死我了，这个很危险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不要再讲！我跟你们说，谁要是在那个再提手眼，我就跟谁翻脸，很危险。这个真的不能提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真的不能提。我今天在车上的时候，我都笑晕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懂我的梗呢？你们为什么不懂我的梗呢？但我这个又不可以说很多遍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！你再提呢，舒淇，你不是推我了吗？你再提呢？
啊，不可以吓到，怎么可以被我吓到呢？他们老这样，你们对我好一点吧，求求你们，你们会对我好一点，我哪里凶？三二，你再说我凶呢？啊，我不凶，我不凶。哎，不要补课，快点舒淇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走，马上离开直播间。对啊，我这么温柔，你坏坏，你要是再发这个，我跟你翻脸，我跟你翻脸，我真跟你翻脸，我真跟你翻脸。补课机会前面错过了很多，舒淇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他踢出直播间，踢出去，踢出去，好，踢出去了。小 A 不要这样，是你真的错过太多了，学习你真的错过太多了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没有网了？你们现在能看到我讲话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啊，可以是吧？谢谢西蒙的福袋，草莓熊，草莓熊就是那个布施小熊，是吧？他是不是改名字了？他 CP 来了，认认的 CP 来了，认认的 CP 来了，认认整个直播间没有说话，然后到他的 CP 来了，他说话了，感动的事情没有说一半。你当然出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真的太久没来，错过太多，你怎么可以太久没来呢？你怎么能太久没来呢？什么人头啊！你不要吓我，817，别吓我。舒淇，对我好一点吧！救命啊！这个认了 CP 的这个头像真的好吓人啊！怎么是鲶鱼啊？对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很久没有来。其实确实是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什么说一半？我什么说一半了？对呀，你错付什么错付？哪个人头？我忘记了我说的哪个人头？我说的哪个人头？我说哪个是救命啊？三二这个是谁啊？救命！救命！三二，我求求你换掉！我求求你，三二，我求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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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！啊，不要！你们好烦！我不喜欢你们！你们好烦！你们好烦，你们不可以，快走，三二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要是不把三二，我今天要是不把三二禁言，我就不是人，我要是把三二禁言，我就不是人。我要是把三二禁言，我就不是人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就不是人。我哪里凶？学习不要这样对我。三二喜欢，三二喜欢杨姐是吗？那我可不可以去说你的坏话？可不可以？真的气死我！真的气死我！
这我现在我不想理他了，我再也不想理他了，我不要理他了，我不要理他了，我不要理他了，好烦啊，哼，夸我棒是不是？哼，我们不要笑我啊，哼，我就不理他。就不理他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榜单？我有点奇怪，我有点害怕，我有点害怕。我看一下，啊，我重开了，好烦啊，哼，你刷再多的夸我棒都没有用，哼，嗯哼。哼哼，对啊，学习真好，学习有点假，有点假，对吧？这个学习真好，我再也不要理那个三二了，我要把他拉黑，我要把他拉黑，不要，不行，小波鸡留下，三二走吧，哼。我们，你怎么老是发我们队长的夸你棒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今天到几点？今天我们再那个一会儿吧，就是不让他头像让人生气。那他为什么发我们队长的？为什么不发你自己的推？哼。不要，哼，你们对我好一点吧，求求你们对我好一点，我要气死了，你们对我好一点，怎么没有人安慰我呀？我要再哭一次，我要再哭一次，再哭一次，怎么没有人安慰我？我哭了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！气死我了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笑呢？烦死了！烦人！你们真的很烦。他们欺负我。他们欺负我，就是那个三二，他老是想放我的黑历史，我的感受不是已经发到口袋房间里了吗？我的感受不是发到口袋房间里了吗？这就是黑历史啊，这就是黑历史啊。就是我的那个，不，你们好凶哦，你们好凶，就是，哎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，真的吗？真的不算是黑历史，我觉得。我才不凶呢！现在几点了？好，那我们直播一会儿也结束吧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不要再发我们队长的夸我棒了。队长在夸我棒。换个话来讲，就是我们队长现在在夸我棒。
我也觉得我特别的棒。我们队长他还对我笑，他还只给我一个人吃荔枝。他还只给我一个人吃荔枝，他还对我笑，他还让我不要怕，他还让我不要怕小花，他还扶我的肩膀。你们酸吗？你们是不是特别酸？对。能，他们因为那个三二老师发那个夸我棒，他老是发那个夸我棒，然后呢，然后，对，小花真的狗，因为我怕那个狗。啊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冲了我，你们好烦啊！我怕狗嘛，可是我就是怕狗嘛，可是我就是怕狗嘛。谢谢原地转圈的绿豆糕和福袋。三二就是说不了话，我就是急死他，我就急他。啊，不可以！你们酸吧，你们酸吧，还给我吃荔枝，你们酸吧！哼，你们酸吧！然后。算了吧，然后呢，然后杨姐还安慰我，杨姐和张欣前辈还安慰我，然后袁一奇前辈还问我吃不吃夜宵，我现在整个人就很快乐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哪个确实有点酸，哪个确实有点酸。我刚才说谁了？阿乐是推谁的？阿乐是推谁的？最后这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我最后一个说的是谁？哦哦，有，你说了你是袁一奇的腿，我忘记了吗？你们好多腿哦，你们说了。袁一奇前辈的腿是谁？王一粉丝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BHYS 是什么意思呀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啊啊啊！所以啊，真的吗？是小周推什么呀？前辈。啊，他怎么推网易？所以说那一天晚上凌晨12点。那个生日快乐的人是阿乐是吗？我要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披头发是，我不是一直都披头发的吗？他们说你是粉丝。拿着两个手机看直播，是谁拿着两个手机看直播？还有照片是什么意思？你看那个三二，他说不了话，他急的。
我就是不让他说话。什么？32拿着两个手机看的，所以说32才是那个谁的粉丝是吗？不对呀，他不是，不对呀。我有点分不清了耶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也分不清了。不对呀，他不对呀。他不是单推吗？拜拜！你怎么老是给我发这夸你棒呀？舒淇好暴躁，对对，那个谁，海王和那个谁为什么会这么暴躁？是因为他们的头像吗？对啊，他说不了话，就是吉他。就是吉他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张伟民的粉丝，然后你不想让他们来看我的直播，然后，谢谢海王的应援棒，那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？真的吗？你的推占一排，是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浪呀，小周，小周，小周好，就是啊，你肯定就是很浪。你的推占一排是哪一个 MC 的时候你的推占一排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这样问过吗？真的吗？真的这样问过吗？真的呀！哇塞，被抓住了耶！不，但是我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浪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推，我的推只有我了。你们怎么都走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们怎么拜拜？不可以拜拜。好烦你们！好烦你们！你们好烦。我可以给你们，我可以打你们一拳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让人家走呀？你还让人家滚？你好凶啊！你真的好凶啊！谢谢海王的一元棒，你好凶啊！后排是不是有病？后排是不是有病？现在几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几点钟下呢？我们40的时候下吧，好吗？我们40的时候下。其实今天呢，我很困，我那个不好是吗？那就40下，不好就40下，不好就40下。什么？他去其他人直播间了？他去谁的直播间了？他去谁直播间了？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你去别人的直播间了，你们都不对我好，我伤心了。谢谢海王本王的三个愿望，你怎么敷衍我呢，小波姬？
谢谢钟欣阿姨的一元宝。怎么就我哪里这样了？哼，烦人。哦，对了，对，马上要下播了，哪里剪？哦，对，然后，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嘛，就是哦，对，我是想讲那个的，我忘记了，对，提醒我这个事情一下提醒我了，提醒到了我，就是因为，那我这不是漏了吗？哦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对，讲人头那个事情突然想到了，就是因为最后一个没有完成，然后就有很多张老师的粉丝，就是给我来凑人头，然后那里我也很感动，然后还跟张一鸣讲，我说哇，我说感觉我们真的还挺那个的。上次是多少来着？我后面没那个。但是为什么我看到别人有那个叫什么的那个，就是为什么别人有的那个三二什么头，我才不要看他新头像。对，然后就很感动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感觉比起对手，我们更像队友，就是，哎，那个，但是好像好非主流的话。然后，因为有很多他的那个来给我，不是因为我看到那些 ID 感觉就很像那个张老师的粉丝，然后给他看，他说对，他说确实是他那个，然后啊那不要凶我吗，舒淇，不要凶我吗，不要凶我吗，不要凶我吗，我们还是一个战队的，现在是那个什么，是那个什么，我跟你说三二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也会是，对，现在是启明星号驮着我走，我有一天也会驮着启明星号走的。啊，小坤，我不喜欢你们了。我不喜欢你们了，我不喜欢你们了，阿乐，你不可以学他们好吗？你千万不要学他们好吗？我真气死了，他们把头像换了，好烦啊，快点把头像换掉，快点把头像换掉，好烦啊，讨厌，烦死了，气死我了，好烦啊。我不想看，你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们了，我在这里说，再也不想理你们了，哎呀，好烦谢谢海王的巧克力。我生气了，你们，我真的生气了，有没有人愿意保护我？把保护打在公屏上，把保护打在公屏上，气死我了。好烦啊！把保护在公屏上，气死我了！真的气死我了！气死我！气死我！谢谢西子的福袋，谢谢
这个第二个小 A 的远方，上一次好像是满多少来着？但是，我好像忘记了，也没有人科普一下，我真的无语。谢谢西子的巧克力。谁说不是我？这就是我。看到了。谁说不是我？这就是我。我都不想看上面。质疑不是本人，这就是我。谁呀？这么不会说话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小声一点。谁呀？这么不会说话。谁呀？这么不会说话。这不是我还能是谁？这不是我还能是谁？怎么可能是张月明呢？我这个直播封面怎么可能是张月明呢？真气死我了！就是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，张文明结束以后才来看我，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意识？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意识？我马上就把这个图换掉，我马上就把这个图换掉。你们今天嘲笑我，你们今天嘲笑我，让我明天看到你们的人头，我跟你们说，真气死我了！你们今天嘲笑我就是。谢谢西子的月圆棒，你们嘲笑我就是，你们就一直单身，你们，对吧？你们嘲笑我就一直单身，我来看一下这个三二跟坏坏，还有小波鸡。三十坏小波鸡，三十坏小波鸡，单身一辈子太毒了，我就祝你们出家。单身一辈子太毒了，我希望你们出家，你们现在就给我出家，你们出家，单身太毒了，对啊，单身多快乐！我希望你们出家，能够出家，你们，我希望你们给我出家好吗？出家，我其实，我说实话，我实话实说，我已经不是单身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单身了。就是说实话，真的不是单身了，我现在，不要，对，我真的已经不是单身了，不，我现在我和这个，我和我和我和草莓熊，我和草莓熊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就是一直瞒着大家，就是抱歉，一直瞒着大家。但是呢，但是，就是，确实是也有一阵子了，所以说我现在不是单身，但你们是，知道吗？举报什么？多可爱呀！你们看看，举报什么？举报？是我的草莓熊，怎么能是你的草莓熊呢？是我的草莓熊，我跟草莓熊才是官配，才是对，才是官配，哎，才是官，哎，那个是官配吧？是我的草莓熊，是我的，你这个名字换的挺那个呀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
海王你不要那个，就是我的胖虎和那个不是胖虎，小波姬和那个红心皇后才是一起的，然后三二他和那个不是大家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他只是我一个人的。不，我胖虎一点都不可爱，是他们老叫你胖虎我才会弄混的。小波姬，小波姬多可爱呀，小波姬好可爱，这个名字就名字可爱，你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可爱。嗯哼，嗯，没有人，你没有人喜欢我，把你们的痛苦建立在，把你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痛苦之上，没有人对我好，我真气死了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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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你名字换的是真快。草莓熊现在已经从我的那个二推要马上转首推了，真的马上要即将转首推了。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吧，我们今天草莓熊真的怎么会呢，大家不要这个 VIP 好吗，这个 VIP 不要也罢。哼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今天到这里了，我们今天到这里了，拜拜大家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对，哦，那首歌我在抖音上唱过了，所以说我在想就是要不要唱，就是我在抖音上唱过了，要不然你去抖音上听嘛，因为我翻牌的话还要就是还要鸡腿，我要不然直接退回去，然后在抖音上听，但是我可以给你唱下面的，但是我下面还没学会，任才在吧，我在跟他讲话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唱过了，我就不想浪费他的鸡腿，因为我唱过了，我就不想浪费。嗯，给你听听是吗？那任任你快点把它私密吧，你快点私密，任任你快点私密，不要给他们听，任任快点私密，快点私密，任任你再发一次你私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那首歌其实我是只听了几句而已，只听了几句而已。好了，拜拜，谢谢西子的奶茶，拜拜拜拜拜拜大家，拜拜。嗯，继续浪的给他拳头好吗？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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